好，接下来第十八个单词叫 monitor，monitor，monitor。那我们来猜一下这个字哦，这个字在名词的时候是荧幕，我们的那 monitor 荧幕或者是显示器，它就等于 screen，好，一个荧幕叫 screen。来猜成它当做动词的时候，这个 monit 这个字就是 warn 警告，monit 这本身就警告了，后面加上 or，我们都知道 or 或者是 er 结尾通常是指人，那有时候也可以当机器。这边就是当做机器来翻，是器具，所以是一个警告你的器具。你可以透过上面的这个器具，能够看到一些数据，叫 monitor。所以 monitor 这个字呢，有荧幕显示器，它也有警告的意思。我们看到 monit 这个字，来再把它再拆解一下，monit 是警告，or 是机器，所以它是一个警告用途的一个机器，叫做监视。跟踪调查，它可以当做动词使用哦，监视、跟踪、调查，哈，叫做 track。好，那我们先看 monitor 当做名词的用法，monitor 当做显示器。There is something wrong。哦，好像有一点出错的地方哦。Wrong 叫做有错误。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翻译成对于我的什么东西来说呢？好，这个 with 呢是介系词，with my computer monitor，对于我的电脑的 monitor，我的电影的显示器，电影的荧幕上面，there is something wrong，好像有些什么事情是 wrong 出错的咯。I have already，所以我已经呢 made，已经做出了一个 request，做出一个请求 for，为了得到 maintenance service，为了得到呢 maintenance，什么叫 maintenance？maintenance 是维修。这个单字 maintenance 是维修，service 是服务，所以呢，我已经做出了一个请求，做出请求，做出要求，叫做 make a request，made a request。所以呢，为了什么东西做出请求？I have already made a request for a maintenance service。为了得到维修维护的这样的服务，我已经跟公司 made a request 做出请求了。因为想要看看 what is wrong with my computer monitor，到底哪里出错了？对我的电脑荧幕来说，那看到动词，我们看到名词叫 maintenance，维护、维修，它的动词就是 maintain，维持、维护，叫做 maintain。接下来 monitor 如果当做动词使用，就是监视，对不对？监视、跟踪、调查，track。我们看例句：The bank vault。The bank vault is carefully monitored by the high-tech surveillance cameras。然后他说呢，我们的银行的 vault 这个字画起来，什么叫 vault？vault 就是金库。各位可以看到图片上面这个哈，你看它的这个门有多厚，它是非常厚的、非常精密的仪器的一个门的这个金库。vault 叫金库，那我们的银行金库叫 the bank vault。银行金库怎么样？它里面装了很多哈黄金啊，很高级、很贵重的物品，所以呢，银行金库呢，它通常是被怎么样呢？be 动词加上 PP 叫做被监视，它是被 carefully 非常谨慎、小心的 be monitored by，这也是被动语态哦，be monitored by，它是被监视的，被 high tech 被什么监视啊？被 high tech 就是高科技，surveillance。Surveillance 是监视，它是个名词，监视系统。监视系统的 camera 叫做相机，所以是由非常高科技的 surveil 专门能够来监视的这个 camera 相机所来监控的，被这样 monitor 被监控，所以不用担心。来认识单字喽，vault 叫金库，写上去。接下来这个超难的单字叫 surveillance。Surveillance 是名词，监视。先看名词的用法。The police have kept the nightclub under surveillance because of the suspected illegal drug activity。他说呢，警察他们已经，你可以看到老师翻成已经，因为它是助动词，助动词后面加 PP 就是完成式，已经做这件事情。我们警方呢，已经呢 keep 维持了。管理了 keep the nightclub，把这个夜总部呢 keep 维持在 under the surveillance 啊，在这个监视下。为什么要 under surveillance 呢？为什么要监视它，在监视下呢？Because of 由于因为有一个 suspected，因为有一个怀疑的 suspected 怀疑的 illegal 非法的 drug 药物的活动在里头。